共饮杯中酒，身在脚旁全都是熟手，眼压过四周，谁盼我压轴，此时无声屏息不可漏，东穿西方人间才消瘦，苦恋时机才值待这时候，戒指悬不知道，胜一筹。林断空山留飞鸟，燕下芦白。青丘没来，省点力气吧。李姑娘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有事情想问你。要是又让我出卖郎君秘密，我可是打死都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就是想问，陆景年这些年都未娶妻，甚至连个心上人都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当然是郎君眼光高啊，他倾慕之人必定是这世间绝色。那还有其他原因吗？比如感情观？感情观？就是他对感情的看法。啊，你说这个？哎，其实吧，别看我家郎君外表浪荡，内心对感情可是至死不渝的。他认定一人，便是一生了。那倘若那个人先行离去呢？自然是跟着去了。啊！那这样，是因为他受他父母的影响吗？郎君连这个都跟你说了，看来真是对你毫无保留了。其实老爷殉情的时候，郎君倒是没有过多的悲伤，反倒认为与其一人独活着，倒不如二人同归，同生共死才是爱情最完美的结局嘛。所以他这些年一直不敢轻易交付真心。唉，只是感情这种事怎么控制得了嘛？你看他还不是对你情根深重。如娘，虽未有盟约，可他与我已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另一半。我宁可死在这里，也不愿意再寻他人成婚。对不起，我无法完成你的心愿了。烟消云散，可我要是死在这里，死在他面前，岂不是害他与我一同丧命？陆郎君火场救人，受伤不轻，不知现在伤势如何？感谢郡主挂怀，已无大碍。
坠崖切肤之痛，罗郎君又何必强行忍耐？这是我夏竹国的创伤圣药，乃国主所赠。罗郎君连续涂抹三日，即可无虞。郡主出手相助，已经违背了安德王的心意。陆某于心有愧，怎敢再接受郡主如此珍贵的馈赠呢？再过珍贵，也不及情义无价。那日陆郎君为救李姑娘舍生忘死，让我动容，也让我羡慕。陆郎君将自己置于险境，可曾想过关心你的人？正如郡主所说，切肤之痛难以忍耐。同样，对于陆某而言，若失去心爱的人，亦如切肤剔骨。众人都说那日在火场，我舍生忘死，其实并不然。若他当日在火场中丧生，陆某也绝不会继续毒火。与其说是我救了他，其实一直都是他救了我。看来，陆郎君对李姑娘心意已定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陆郎君的心意，我也清楚。你有伤在身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郡主，郡主曾多次明里暗里对陆某出手相助，陆某皆一一刻骨铭心。嘴上言谢，总觉得太轻。若郡主他日需要帮忙，陆某定必全力以赴，赴汤蹈火。得意星璀璨，不如拥有浩瀚星河。此次圣朝之行，我已无憾事。陆郎君又伤了一个姑娘的心，还不是普通姑娘，是郡主。有事说事，没事出去。有事是好事，与郎君已经将教坊使所为上报，护卫云深也被抓了，用不了几天，郎君就可以重新回右教坊了。哼，那个苏宗臣鸠占鹊巢，我看他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真是世事难料，教坊使竟然突然暴毙，可知其中缘由？不知道，但坊间传言他曾试图带人灭口右教坊众人。灭口？他与陆景年虽已貌合神离，但却不至于对他痛下杀手吧？难道他们两个另有过节？现在看来，很有可能。教坊使表面看起来斯文儒雅，竟起杀人之心。郎君，之前那个太常寺自杀的乐人，会不会和教坊使有关？其实，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。若真是这样，我岂不是成了他杀人的帮凶了？可郎君并不知情啊，即便对簿公堂，郎君也无需担责。我并不是怕受牵连，我只是想赢的是陆景年，并没有取他人性命的意思。若真的那个乐人是被教坊使所杀，我……Thank you.
明川，你可知为何少年越人要穿白衣啊？因为取学少时，功未成，名未就，最为本心，这是要我们谨记越人最初的样子。不错，淡泊者心清，心清者志明。他日你们或贵官加身，定要切记，不论外界如何纷扰，不忘本心，勿迷心性。谨记月官教诲。继续谈吧。时隔多年，孙月官依旧严苛。记得当年你我抚琴，稍有差池，便遭责骂。这群少年，往后便是我朝取之栋梁，甚至如你我一样，身居教坊副使之位，掌越人前程。若被得失输赢、名利欲望所牵扯，心不明，身不正，何谈以取谋盛世？景年兄，似乎意有所指。你我师出同门，何至要与教坊使合谋，置我于死地？世人只知道天赋异禀的陆景年，何曾知道日日勤学苦练的苏宗臣？无论我背后付出多少艰辛，食指被磨成怎样的血肉模糊，永远要屈居你之下。少时月官事事以你为荣，入关城你处处压我一头，即便你惨遭贬黜，也能赢得上京所有女人的心。陆景年，我没有要置你于死地，我只是不甘心。还有惧怕。惧怕？我害怕上元节再次输给你，对我而言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败露，我也不会再躲藏。禁药一事我的确有参与，你放心，明日我就辞去副使一职。不必，上元在即，左教坊深受圣人器重，不能缺席。而且我也不想在失去对手的赛场上自己去争夺上元魁首。你不打算追究？记得少时犯错，月官会以戒尺作为惩罚。他说：“双手对越人来说何其重，十指连心，心痛，才知道错身。”我希望能跟我争夺上元魁首的，还是昔日那位白衣少年。郡主，李姑娘来了。让她进来。嗯。李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知郡主现在可否有时间？郡主来到上京城后，只有陆景年他们几个大男人陪郡主逛过，不用猜都知道，
肯定是投壶马球那一套。其实上级还有很多好东西，今日我刚好得闲，就想着带郡主来逛一逛。有劳李姑娘挂心了。全商京最好的胭脂铺子就是这儿了，芳香细腻，质地轻柔，保证郡主用完都舍不得离开了。余娘，杏仁芙蓉粉给我拿两盒，千万别说没货啊。这位客人若是用好了，以后指不定后半辈子的胭脂就都在你这儿买了。如此说来还是个大买主。好，姑娘稍等。李姑娘说笑了，我又不是上京人士，岂会后半生都在这里？万一觅得良人，就可以留在这儿了呀。郡主不是很喜欢圣朝吗？我是喜欢圣朝，可是良配难寻，勉强不来。两位姑娘，您的胭脂。要说夜景，这里就是全上京最美的地方了。郡主看看，可还喜欢？风清月朗，烛火摇曳，确实很美。像这样的美景，圣朝还有很多。我想，每一处郡主都会喜欢的。前面就是玲珑斋了。郡主日后若是想吃糕点，就可以去他家，那里也是陆郎君的最爱。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别看他身高八尺，但特别像个小孩，饭后爱吃甜品，尤其是小兔子那款。还有，醉香楼的桂花酿，他也特别喜欢，每次都要喝完，再带上一壶回去。再就是玉宇阁的胡麻饼了，老是让云师姐帮他买。其实我觉得男士的比他好，可他总是吃的特别起劲。其实他不只是只爱吃喝的，他的才华郡主也是见识过的，对教坊负责，对乐人爱护，对朋友真诚，对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誓死坚守，这些都是他的优点。我相信倘若成婚，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夫君。总之他真的特别好，只要郡主日后慢慢相处，一定会发现。李姑娘今日先是带我领略上京之好，又向我百般夸赞陆郎君，不知姑娘究竟是何意图？若再不点名，恐怕这美食美景我也无心享用。郡主，你可愿留在圣城伴他一生？郎君，快吃一个。什么东西？是喜果。你没听见外面那么热闹吗？客栈老板跟心仪的姑娘表白成功了，请大家吃蜜饯果子呢。在这儿表白，当众？对啊，那姑娘都感动哭了。哎呀，我改日也要给青丘来一场盛大告白。别的姑娘有的，我们青丘也得有。表白当真那么重要吗？不是两个人心意相通就好？哎呦，当然重要了，这是给情谊一个名分，姑娘们很在意这个的。郡主是钟情于陆郎君的，对吧？是。郡主为人通透，常人岂会轻易入戏？
想必早已看透他花哨的外表下隐藏的赤诚，所以才会对他倾慕。他却是值得。李姑娘也看清了这点，不是吗？我看不看清早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郡主身世显赫，才貌双全，你和他才是良配。李姑娘的意思是想把他让给我。他未曾属于过我，又和他一个让字，我亦无法属于他。与其继续拉扯，不如即刻脱身。郡主倘若愿意，我定然全力撮合你二人。可李姑娘是否问过她可愿意？我一个女子都对郡主赞赏有加，假以时日，她又岂会无动于衷？看来李姑娘没有问过，可我问过。他如何说？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李姑娘说我家世显赫，才艺无双，可我却羡慕李姑娘被陆郎君偏爱，视为唯一。陆郎君所有的优点我全部知晓，可他心不属于我，我空有满腔深情，一无用处。李姑娘独占了他的心，更成了他的命。不管有何内情，还希望李姑娘真知重知，莫要相负。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这么晚你去哪儿了？生机让我转告小姐，明日巳时陆郎君约小姐湖边一叙。他有说什么事吗？嗯，没说啊，只说给小姐道喜了。不是陆郎君吗？他在放风筝呀。这风筝竟然还有声响，是放的竹笛吗？好像是啊。好独特的浪漫。对呀，又不是同丽大会，像什么样子？我觉得很好啊。就是，如果有人能这样对我，我一定感动得流泪。可惜我没遇到。你说于世杰的表白方式浮夸俗套，可却将我对风筝的赞美记在了心里。陆景年，你这样让我如何舍得离开？可此事事关你性命，我若是在你眼前烟消云散，岂不是也在将你拉向死亡？
小姐，我们为什么要不告而别啊？上元临近，不是就差陆郎君主动表明心迹吗？不是所有的缘分都是金玉良缘。殿下，你可曾见过这画中的女子？没有。你再仔细想一想。确实没有。有的人陪伴你成长，有的人则只能用来怀念。公子，你最近可曾见过这画中？没有。不行，你可曾见过这画中的女子？没。最近在这。白头偕老。曾经的我有多不满，现在我就有多期待。小姐。陆郎君最喜欢的就是这桂花酿，可是如此豪饮，怎能品出各种滋味？郡主何事？陆郎君怎么不好奇，我是如何得知你喜欢这桂花酿？是嫂嫂。听说这几日你一直在找他，可若他存心躲你，即使你找遍整个上京，也只是徒劳。存心躲我？为何？前几日李姑娘来找过我，说了一些奇怪的话，还要将陆郎君托付于我。刚开始，我并不清楚她的用意，可现在看来，一定是有什么难以言说的理由，非离开不可。母亲近日过度伤神，若是累了，我们就即刻回去。一回到家中啊，满脑子都是你父亲的影子。师姐，师姐，出事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李姐姐也失踪多日，陆郎君几乎寻遍了整个上京，也毫无踪迹。他现在要出城寻找，你快跟我一起。放手。你还有没有规矩？夫人，事情紧急，一时忘了礼数。可陆郎君现在已经几乎不吃不喝，我怕他再找不到李姐姐，整个人就要垮了。母亲，天黑之前我就回来。站住！姐儿，你父亲刚走不久，这么快，你就忘记仇恨了吗？仇恨？母亲，您告诉我，我应该恨谁？景年吗？他行人间公义之事，我为什么要恨他？夫人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公义？他的公义，害死了你的父亲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你跟为娘说公义？母亲，您随我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儿，您就知道是谁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了。几年前，长月月坊的一场大火，烧死了13名平民月人，最小的不过12岁。因出身低贱，无人愿意搭救。
而唯一的逃生通道也被外人从外面上了锁。哭喊声震彻上京。这一座座坟中葬的就是那些冤死的越人。母亲，你可知这些人死于谁手？谁呀？我父亲，您的夫君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呢？父亲早就向景年坦白了一切，只因为其中一个人知晓了父亲出身平民的秘密，他便无视那越人的求救，也切断了其他十几名越人的逃生之路。不可能，他是越人，他的手是用来弹琴的，他不会真杀人。陆景年早就知晓了这一切，可即便您再怨再狠，他都没有选择把最后一层真相撕开给您看。他在保护，保护父亲，保护我们家。母亲，您告诉我，如今的家破人亡，我该恨他吗？若你父亲早一些将这些告知于我，或许一切便不是这般模样。这些年您一直以贵族天命自居，您有没有想过父亲也想告诉您，但您向来以家世为傲，他怎么敢开口？你是说始作俑者是我？我不知道是谁。逝者已矣，生者还需希望。我只想跟陆景年一起取消不公正的越人户籍制度，这才是根源。以后的事还望母亲成全。没想到我躲到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你都能找得到。为何要躲我？我本以为你是个聪明之人，可没想到你居然问出如此愚不可及的问题。不懂？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陆郎君以为当日左右教坊比试，你明明实力不济，我却选择了你，是因为什么？这个问题，
我问过你很多遍，你都含糊其辞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是因为陆郎君你。左教坊虽然表面光鲜，可不过是金玉其外。而陆郎君你确实才艺超群，我看中了你的能力，觉得你一定会在上元节上夺魁，而我作为主位，也一定能一举扬名。你是为了扬名？不然呢？陆郎君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因为你的英俊魅力才会对你倾心不已，然后死心塌地地跟随你吧？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，你连右教坊副使之位都能丢掉，现在甚至连一名小小的乐人都称不上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你？你对我已经毫无价值了。嫂嫂，既然如此，为何我被逐出右教坊的时候你不选择离开，而是与我共同进退？我本以为陆郎君能耐甚大，可以有翻盘的机会，可不成想太让人失望。我不信，如果你只是为了上元扬名，大可以现在就加入左教坊，甚至内教坊都对你青睐有加，你何苦要自己一个人躲在这农家园里？最难解。